的气才平。婆子说，园中的女孩们哪个有体统啊，自小周比小姐尊贵相，受了高中，唯有那二爷房中的晴雯女，她与那小姐的丫鬟也大不同，每日里修饰打扮，一个狐眉样，全长着一张巧嘴，半目是情，相待而时常在他的胸前挂，粉扑儿中招，毛在手中轻，桃红柳绿，妆成戏子，覆粉十指，四角是崔莺莺，挑逗的公子中招，书也不念，蒋二爷隐作青黄亦不明，若不要寻一个错疯子，将他免失去了大家的一同是有无声。最要紧太太的大事是儿孙中家常头，望子的荣华大落长空，听话的无辜丫鬟暗切齿，去都是怒气填胸，心中愤恨一个个，恼恨的是那婆婆讲话太无情，他的心思的很不通。
前把身停，家人见无福呀欢，在凉堂里这请问，连忙上前问安宁。夫人举目留神看，哎，正是他。上次那人在园中，只见他双颊微红，春山惨淡，朱唇点，粉面君平，乌云半散，心眸乍醒，体态娇柔，弱不应中，站在尘亭亭玉树临风里，真有那落魄的精神，仙子的美容，当夫人怒气天胸，只微微的冷笑，说好一个疼心的西子，和那大像个黄花女吗？倒像那花上的西子，那个病情做好的妖精就是你，怪不得宝玉而今把老成怡红院，也就是你会领着头儿朝穿梭的宝玉关龙地混冲，宝儿奶奶瞎作怪，脸面全不要了，一味的乱胡行，你同他背地里做的那些事，休当我一点不知情，不要脸的贱人，给我出去吧，你站在跟前，我的气难生，你回去宝玉的跟前，休要讲话徒劳你，暗地穿梭滚腾腾，你给我老实些，蹲在怡红院，我两天儿我再请你去登城。夫人越说心越恼，这位佳人听罢面绯红，也摸不着这一些话儿从大河处理起呀，你呆呆喘吁吁，刚要上前分辨几句，偏敢说老爷家正进房中，不奈何只得他抽身走。他的那委屈烦难，
我可活不成了。要说是别的话儿，还则可说什么？小爷背地有别情，但不知这话儿是从何处里起，无头无脑是哪一阵风？要说是太太是从疑惑起，为什么一口咬定不容情？这不是凭空生出了蹊跷事？老天哪，为何无故把人疼？无凭无据怎么讲？倒叫我遍体生涯，辨也辨不明。太太是听信了谗言，全不管一味的生辰喜怒重重重。我今日虽然还在这关中住，看起来时光不久啊，我要别移。早去怡红院，从今以后定安宁。